今日我哋新人透视咧就嚟到龙蛇混杂嘅龙门大酒楼湾仔区啊，咁啊访问下啲街坊，同啲街坊倾下偈噶。系啦，我哋首先就听到好悲惨嘅二胡声啊吓。系呢、這个咁悲惨嘅二胡声咧，就会唔会系为泛民奏起呢个悲歌咧？还是系为哀悼呢个2012冇普选呢样嘢而奏出嘅咧？系啦，点解我哋咁样好似嗰啲咩八八水灾嗰啲咁嘅谋理咁嘅讲嘢讲到啊？所以大家想支持泛民五区总辞，请打以下的电话。是啦是啦，五区总辞我们今天是啊，有五十条线，看看那些街坊呢到底明不明白了不了解什么为之五区总辞呢，这样是吧？没错，那我们所以今天呢是来到呢在街边那里就问一下市民啦，知不知道什么叫五区总辞啊？是啊，问一下大人小孩啊，什么人都问啦，好吗？什么人都问。好，阿姐阿姐，我们想问你呢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五区总辞啊？我不懂，我不懂说。知不知道什么叫五区总辞呢？ Sorry 啊，I'm sorry 啊，也是不知道。哎，小朋友，我们想问你呢，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五区总辞啊？不好意思，没听过。哦，不紧要啊，有没有政改方案啊？政改方案知不知道是什么？不知道啊，不好意思。又不知道啊，年轻人。想问下你，年轻人，知不知道什么叫五区总辞啊？不知啊，又不知道。我想问下你，知不知道什么叫五区总辞啊？不知道啊，又不知道。又不知道啊，你又不知道啊。知不知道什么叫五区总辞啊，先生？不知道啊。你又不知道啊？大家都是这样。你有没有听过五区总辞是什么来的？没有。听过政改方案呢？都没有啊。是啊。哇，有没有人听过五区总辞啊？没人理你。原来是没有的。你有没有听《烈火雄心》啊？你没钱啊？没有。你有没有听《烈火雄心》啊？请问有没有看大结局啊？《烈火雄心》没有。那仔知不知道什么叫五区总辞啊？不识。请问知不知道五区总辞是什么啊？我不知道，不好意思。政改方案呢？不是好识。又不好识哦。喂，为什么无线成日问到人，我们问不到的？因为无线新闻事事旦旦，所以就成日问到人，因为事旦问的人问嘛。而我们简称的都是精英，所以他不跟我们说。问下你有没有听过政改方案没呢？听过。系五区总辞好似马仔咁嘅名，好似五区总辞，系啊，五区总辞啊，五福临门啊，好似系嗰啲马名咁啊，嗰啲小福星啊嗰啲，即系写文联啦，或者系有人系提议咧，就争取2012双普选，然后咧就话五个立法会一齐总辞，冇啦，咁我哋变相做一个公投啦，咁样，即系总辞职系咪啊？系啦，就唔系马名嚟嘅，唔系马名嘅。區啊，五區入邊五區啊，新界東、新界西，香港島、九龍東、九龍西啊，冇錯，係咯，玩啲咁串嘢嘅，唔係呢個時候喎、啊。咦？唔係串得滯，你覺得？梗係串得滯啦。做最好咧？啊！咩 idea 俾我？等我經濟再好啲先啦。嗯。啊、但有啲人就話：咦，趁個經濟唔好就係做呢啲政治政改啊嗰啲，就係乘勢而起噶啦喎，會唔會咧？咁就聽兩個字就得啦。我知 PK 啊 ，PK 啊。系啦 ，PK 啦，等好啲先，食饱啲饭先啦。但系咁喎，喺时间上，曾荫权又要喺年底推出政改方案喎。如果唔倾，又冇咗个时机去倾噶咯。啊，咁呢样嘢啊，我又唔识答你。系咯。啊，总之咧，五区总辞咧，话俾你听啊，如果改个马名啊，几好。系啊。但系如果你系真系话，如果你真系话搞到咁大嘅 party 咧，系啊。我覺得不是時候咯，等吃飽啲飯先咯。依家仲係肚餓啊。OK， 好，多謝曬你 ，Thank you， 翻去煮飯啦。見到佢買咗好大個西瓜翻去煮飯啦。喂，我哋翻去錄影室，係啊，好嘛，翻去 studio。今日實在太悶啦。係，呢個街坊其實都唔係悶嘅，都證明咗一樣嘢嘅。係我哋好啱啦。啲街我哋一早估到噶啦，其實估到根本上啲人嘅反應就係咁樣。冇錯，我哋翻去嗰個錄影室嗰度，好嘛，翻去 studio 先。好跳啊，咪要啲後備。好，